the water is increasing so fast. So when increasing so fast, we can't manage anything. What we do, we went to upstairs. Perasaan saya banyak sedih. Nangis pun tak boleh. Have to do something to recover. So, apa barang pun tak ada. Saya satu baju pun tak ada. Apa pun tak ada, semua habis.马来西亚雪隆地区遭遇百年大水灾，慈济雪隆分会发布志工招募后，慈济霹雳支会立即动员，在48小时内召集了33人，分别从怡保和安顺出发，车程耗时2.5小时，前往雪兰莪其中最严重的灾区太子园，协助灾民清扫家园。我是因为在 Facebook 看到这个活动的宣传，所以呢，我就自己自愿报名了这个活动。然后来到这里，看到就是一方有难，然后大家都会来帮忙这样子。所以，然后而且也不分任何种族，就是今天在这里，除了慈济以外，还有其他非常多的组织也是来帮忙。是很伤心的，因为觉得自己好吃好住哦，然后也觉得特别有意义，第一次人生中在32岁圣诞节出来征战，平时圣诞节就是吃喝玩乐咯。大水退去后，屋里屋外都布满泥泞。慈济志工如蚂蚁雄兵协助灾民清扫。Really help. That's why I said, if you people are not here, means I don't know what time I'm going to finish all this. Now you see the house is empty already. 因为自己也是雪兰莪的，突然听到这样大的一个灾难，所以就跟霹雳团队一起下来了。因为很久了，所以周围比较有一点臭味，就是刚才的祈祷的那一个环节，大家一起同心同力，真的感动到差点要哭出来了。陈雨晴的关怀让灾后的郊区多了一份温暖。带新闻至上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采访报道。多一份善念，多一份平安，一人一善，远离灾难。